这个为 T8 GT 正式亮相了。这款车呢，外形采用了轿跑式的风格，外观我个人觉得它的重点就是它的车尾看一下，依然是四个菊花，然后尾灯非常家族范儿的尾灯啊，竖道，这都是和它的 logo 是相辅相应的。然后尾标有一个 T8 GT。然后车头我们来看一下，车头依然是大嘴，但是它和之前 T8 的大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，而且它的车头的线条是有一个急剧下坠的，就是在这部分区域啊，有一个急剧下坠的一个设计感。然后它的大灯刚才看了一下，是激光大灯啊，在边上是有一个英文的标识，是还是为了家族式的风格啊，包括梯子区域。方向盘的造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小变化，然后全液晶仪表。未来这款车啊，正式有具体的消息的时候，到时候再给大家带来详细的信息。主要是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，大家觉得这款车怎么样？漂亮不漂亮？能不能入你们的法眼？